这个，这个、有你看一个人无？迄个脑干内底，伊是这只手啦，伊是规身躯无练，练健康的时阵只。在这边，在这边，这是科学可以去印证的。在这边有没有？我伫胸口照出来，跑出来的。就是讲你的破病，就是这内底细胞的神经元有问题啊，那边跑出来的。啊，你会代谢的调皮细胞，你有亏的话，所以你背霜是最好的哦，非常好的一个这个。啊，这个就是这个脑，就是这观念比较怕亏的话，啊，就跳出了这个。这较大声吼，你看较有，这较大声。这是拢咱遮的啦，就是咱遮的海翕的，咱遮翕的海，好吧？就这里，就是我们什么时间拍就不一样，像元旦的时阵就不赶快。这东西那呢，哇，下面在水下，蓄水池那里，就是咱叫是叫做天空之镜嘛。因拢会讲暗战的是这样，哇，这个就是每年这个天空之镜就是我们这里。天空之镜啊，你想讲唔知？对，天空之镜。啊，就是你现在站在这边有一个下面看，你看一个蓝色那个就是有哈，哎对，要上来是不是有一条？哎对，天空之镜去哪里的？另外一个是他那边有一个华远的那个。好，一条路有一条路会当里边玻璃，咱就行到边，一条唔爱无。嘿，那不是。你去买家的时候是，这就是咱只只徛的家。是客家，叫罗汉在这边，而且瓦里瓦里的车行了已经就是哇，就看那个梯、那个边啊，这个就是这个地方去拍，对，就这个就是你现在看到那个，本来是释迦树嘛哈，就该多用掉，这刚拍的，就是刚拍的，对，哇，啊、这是彩虹，这是人来家带你去呗。啊，刚刚要印刷家嘛，那个费用哦，这册迄工未必过来哈，就专工买这册。对啊，因都拢在切，拢因为阮拢固定上上。哎，对啊，我想讲诶，刚刚这样印上就对，我们就是印很多书。从我们还没有出家之前，我们上课哇哈，这切因为你伫国外是印的，是拢去上这切拢就贵嘛。你看这手哇，这是哇，那人闹心经哇哈，就是说，一点我讲都叫你看伊相片就行嘞，他就是祖先就是在他的手中嘛。哦，哎，哇，一半你看哈。咱就是一半的，就是个。俺早阮囝底下的时候，遐年轻人弄三十岁吼，伊头想讲看阮穿恁干吧，啊，结果伊个妈讲，哎呦，有料哦，有料的，不是普通的师傅啊，来一趟。啊，所以我们刚刚要急着回来哈，就有一点觉得还没有问完呢，因为在问那个十万的那个 n 次方啊，这个数学啦，然后再玩到这个，这就是我们下面的这个。基底核神经就是这样，屁股这样啊，多闹痛这块，这块就是咱的基底核神经，这块，就是，比如讲哈，闹有病啊，胃这开，啊，嘿，这是坐骨神经啦，对啊，这就是这大家，哎，对对对，这坐骨神经这里里面这一片，对，哎，整片这里，啊，这两其他哇，这股骨头十六块都无声啊，所以你看这迷走神经又到这来哇，啊，所以你们在走路的时候会开。啊，那个红斑性狼疮，你看，你有看这片有像蝴蝶无？好，就是伊拢无要笑人，就是这个问题，很快就萎缩了，伊就死去了。所以你拢看哈，哎，囡仔生小，你卖介讲伊就死去了。阿娘哦，你就不要管他。其实，所以为什么娃娃那么可爱？你看了一些宝贝，你怎么了？阿姨呢？也跟你恭维吧。那个就是都是他们的脸部一氧化氮。所以一氧化氮，我们朋友哈，也就一直来上课，心理医师啊，啊。林医师，伊伫红丸迄个吼，护理迄个，伊就是安尼，伊即块吼，只要嘛看到老人家哦，年纪拢无要求阿兹海默症迄种无吼，闻一下4000块，迄过去啦，迄种总代。好，我就叫伊笑，阿免哪解笑，头拢先甲伊养养，就一直养他吼，嘛不爱笑，不爱笑，到后来就一直用很多的方式吼，伊即块嘿，伊即块跌倒开啊到会开。啊，跌倒你看啊，这块你看啊，这有一天、两片、三片，是跌倒在这。啊，你这样看无？我找你看，你看这，你看无？这读清，这无查有，无法当这数学还先算出来，算这个片康这。所以侬讲，所以你讲搞，我讲我无搞，你唔搞搞，这本身拢已经剧组了，你讲。这块跌倒就是这块，哇，你有看这橘色这吧？就是老人家这块哈，你要给按摩，所以就叫按摩吧。那个红眼，这块要给按摩，每天按摩。爱笑的心哈，它就启动，爱这闹就开啊。好，就额叶地方，额窦，
额窦、腮窦、蝶窦、下额窦啊，这种学问呢，这吼读这个册吼，啊，足认真嘞。你看，这你看，哇，你来食肉，你看，即个村里的人拢恐龙来食人啊，对吧？啊，有一条线给你溜嘞，就是这条线，这条钢筋线溜掉了，这量子力学吧，它这个线呢，死的都还在拉、哦。你也做人，就是你过去生的。有的就是因为儿子的师父都会不记得再唤醒了嘛，想爱同解爱不能离，有没有？则诸世间父母子孙相生不断，是等则以欲为贪本、啊、我刚才上那本就是很特别，你现在上网看就看得到了，就是都在这里，那个五蕴师母嘉义啦，还是博远，你也见看。是，你可以看他假设看得懂的话、哦嗯、你叫他来问我们所有的法师都会，赶紧考倒，考倒他们，考倒他们。有答案就问嘛，对不对？就这样子。迄个的细胞啦，恁都叫看爱细胞吧，就这块。啊，你爱念。嘿，对。哇，出课题哦！对，很棒，赞哦，桂香，是哎，桂青，哎，我先哦，桂青好棒啊！对，你们桂跨桂青呢，能真的是很棒的，这很好的教师呢，真的教化菩萨的像，这得，这得，就是这得，啊，这来的是一个胎生娃娃，父精母血来，所以他都有科学的啦。阿爷个老人家，你死了之后哈，伊变成一个念头。所以我迄阵我等下台湾的时候，我的灵魂生出来是26.8公克。他久啊哈，这个唔啦，32点多，就是恭喜表示他的那个已经跨步的死去，不过伊是物质，像你这肉拢叫做物质嘛，对吧？啊，死去念头哈，念头死去是哪？用空气安给收，就像亲戚安给收起来，有冇？啊，看你啊，再拿这个东西帮你测试，你可以到哪里能量？还得是各种测试，也温度拢爱哎，那哪细可以先温度、湿度啦，哇，那个都要算在里面的。就像咱这里怕这里什么天贝啊，还有是那些咱讲做的那种的天贝，你捌食过天贝吧？也不知道哎，可能无。天贝就是瘦些蛋白质，天贝啊，你有听过吗？就是纳豆啊。哦，纳豆。嘿，另外一种。哦纳豆，它是天贝，就是印尼他们的叫做咱讲的，就是国宝。哦，伊就是用黄豆去做。哦，好。啊，就安尼生过啦。哦，叫天豆。纳豆里面。那是纳豆我知啊。纳豆啊，这是天贝。嘿，那黄豆做的。啊，纳豆是用鹰嘴豆，哎这哎毛囊做黄豆，啊这是黄豆做，就会讲素食的蛋白质。哦，好。所以哈，阿拜金枝就在讲金枝。那个金木，还得黄豆的哥哥是想知道毛豆的哥哥讲黑豆，所以呢兄弟黑豆熊管蛋白质比你讲把弄不好管就行了。好，就是这个哈，你看一下，哎，这个时间点就行。啊，你把弄熊口料哈，你五种料好得放光啊啦，爱积极付出，像我那会积极付出，卡买光，甚讲你的毒就是要为家出来，手嘛是，哎，这个是为了要印证哈，就是要学这48大愿。就48大愿，就这个。所以你看，第37愿就是衣食自知，哇，衣食自知，你想什么就有什么。啊，所以你迄包迄米，等于你等于吼，啊，甲放伫水当中安尼吼，啊，念十声佛，啊，放光，这光就是这个，像是头灯就对了，就是光啊。嗯，你放光哦，可是他们就找得到，伊就袂惊哦，足神奇。其实就是大家迷信，拢无人去甲因教开尔。像我们这个都以前上课哈，你知道吗？以前哈，为了要这些书，他们到国外去读书哈。我就是因为我比较会设计课程啦。像你看这阿爷，你看今天晚上上课，你看痛苦有福了。为着这后爱回上课，因这拢你看伊囡仔做趣味，安尼静坐，你看阿妈咧读古咧。也足够水，安尼讲叫做静坐。就在上课的时候很可爱，他们就是小朋友哈，因为他们学了之后哈，你看他们闹闹底下，这样子闹哦，所以你吃这个心就只吃海贝哈，吃胖也造成。中间你看就刺激这个，哎，就是叫做齿状回啊。最后剩了你来生这哈，男女就是不一样，杏仁核不一样，海马回不一样，有吗？扁肢体不一样，有吗？红玉你看吗？不一样的话，男女就是长得不一样。啊，这次有一边十六岁来上课哈，也笑面，啊，那不一样啊，你还可以看，啊，搁做实验，这次也。
好，以上大概就是这样子。好。